姐姐，画画，你终究还是没让我失望，到底还是来了。那当然了，姐姐邀请，听她我也得来。你们刚刚在吵什么呢？泼辣无礼，我看谁敢娶她。谁说没人娶我？谁能娶你啊？天下第一才子程安伯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程安伯乃是大业第一才子，自幼便被皇上选入宫中与太子办学，可是皇上眼中的红人呢？湘君不会以为程安伯会看上你吧？诸位啊，有所不知，前几日呢，我刚好与程安伯相见，相谈甚欢。他呀，侃侃而谈，神采飞扬，观其言行，定是倾慕于我。哎，不会他就是程安伯吧？不知在下何时曾与湘君一会？他真是程安伯，这下可糗大了。湘君果然不是一般女子，退婚可以不当事，这无中生有这新婚事，反倒是信手拈来。输给他们这副嘴脸，看来只能用我无往不利的大招了。容霞呀容霞，你号称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，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。湘君，男女之情怎可无中生有？一个大男人别那样小家子气。莫非湘君看上在下了？看上你是你的荣幸，这好吗？伯爷，您再好好想想，我们一眼万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在下实在没想起来，兴许是湘君误会了。戏宴已经备好，还请诸位稍作歇息，移步宴厅。哎，这脸都被打肿了，还有何颜面再去吃蟹呀？哼！